缺钱。我相信是缺钱。果然是年纪。你不想选单身寂寞？我觉得是缺钱。哦，单身寂寞我可以有钱花，对吧？有一样可以保养，也可以干嘛？对啊，不见得会老，对吧？医美啊。哦，要确定的。缺钱，我没想到你会有这个答案。人类可以透过眼神还是微笑和猫沟通，请抢答。马国贤，眼神。你是 Hello Kitty 的这个你是信徒啊？但是他是不会讲话的，他没有嘴巴，他只有眼睛。你这是喜欢猫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不是微笑？因为我其实我看，就是我跟在猫在对视的时候，我都是用眼神去看它的眼睛，然后我不太会去用脸上的表太多的表情去跟它做互动，就不会像狗可能就是微笑。请揭晓。好，的确哦，我们人类呢要表达善意的时候呢，通常会嘴巴往上脸露出一个微笑，但对于猫咪来讲呢，他们觉得最善意的方式则是眼神的有点微眯，然后看着你，然后非常缓慢的眨眼，这样会让他们呢觉得是呢互相释出善意的一种表现。所以如果你第一次遇到猫咪，它愿意呢跟你用眯眼来表达它的善意的时候，哎，你就可以尝试让他们去亲近一下你的手。漂亮。根据刚刚一林红茶的这个猜的方式，我选择86，八楼之六，它有可能是顶楼加盖，铁皮屋你知道吗？开箱，还可以，86，那个林林汉，你休息一段时间了，是有时困的吧？好香啊，保楼霸有点保困，有点保困。14秒够快的话，拼一下吧，你们拼个2题，好吧？来，出题。效果器当中的 dynamic 功能是弹奏时改变音量的大小，还是颤音的效果？请抢答。恭喜，还有下一题，布莱恩。改变声音大小。改变音量大小，请揭晓。dynamic 呢是在弹奏的时候可以改变音量大小哦的这个效果器。那一般来讲呢，它可以呢，在这个弹 solo 或是节奏的时候呢，可以大幅的改变它的功能，非常好用的一种器具。布莱，请选择8楼之1。开箱。好惨。啊？600元啊？我们会有一些无法反应物价的价值。这些价钱纯粹只是为了激怒你而已。不会啊，我很开心，有拿到有进账就好，有进账就好。你当然开心，现在你笃定晋级了，当然开心啊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出发喽，真正的最后一题，请出题。美国科学家调查显示，相较之下，单身寂寞还是缺钱更容易加速我们的老化，请抢答。贝克鱼抢到了。哇！答案是缺钱。缺钱。我相信是学姐。果然是年纪。你不想选单身寂寞？我觉得是缺钱。哦，单身寂寞我可以有钱花，对吧？有一样可以保养，也可以干嘛？对啊，不见得会老，对吧？医美啊。要确定的。缺钱，我没想到你会有这个答案。请揭晓。真是缺钱。好，你知道吗？对我们健康来说，最大的杀手难道是又烟又酒，或是重咸重盐，或是生活作息不正常，或甚至是失眠吗？其实都不是。专家研究发现哦，是穷。当你穷的时候呢，你的老化程度哦，会是呢有这个一般人呢，比这个一般人在超过70%。因为呢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你一旦穷啊，各种这个生活的条件啊、状况啊，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哦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说老化的速度也会比起常人更快速一些。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，快点来订阅。